第十题，铝、铜、碳、氯、汞、硫、溴等元素，其相对应元素符号何者正确？那根据我们所背的结果，铝的元素符号是 Al， 铜呢是 Cu， 碳是 C， 氯是呢 Cl， 汞呢是 Hg， 硫呢是 S， 溴呢是 Br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我们对应那个完全正确的呢，就是我们的铢。所以呢，第十题问我们说，其相对应元素符号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呢，选的是铢 ，Al、Cu、C、Cl、Hg、S 跟 Br。